Chick and Chicky Play All Day, a tune book by Claude Ponty. Ponty 什么？他的姓啊。他的姓。Chick and Chicky Play All Day. Oh, what's this letter? A. A. Ah. A is running. Chicky.Let's make masks. Good idea, Chick. 他说，欸，我们来做面具吧。好主意啊，Chick. I'm done. 我完成了。Boo! 看，那个眼角都飞。Yeah, 你看，那以粘粘胶胶带、画笔，那还有那这个颜料都飞起来，还有一些颜料还喷出来。对呀、啊，好好玩。然后你看他是不是做了一个好可怕的面具？然后 Chicky 被吓到了。That was me. Oh.That's funny, Chick. 是我啦，是我啦。哦，你很好笑欸，Chick. Boo! 换 Chicky 吓 Chick. 你觉得他们被吓到？有，你看他的表情，哦，他的后面的，他的那个纸卷跟剪刀也都飞出去了，他也被吓一跳。That was me. 是我啦。Oh, that was funny. 真的很好玩哈。可以帮我剪指甲吗？好，等一下。有点痛。好，我等一下再帮你剪好吗？好。Okay. We made very good masks. 好，所以他们很得意说，嗯，我们做的面具是不是很棒呢？结果你看，两个面具自己又做了一个好好笑的表情，这样，好，接下来就会被小鸡吓一跳。我们再看看，接下来黑色跟黄色的小鸭鸭子。That was fun. Now what? 他把 What do you want to do? 他把面具放在桌上。对。他说：“哎，很好玩哎，那现在要做什么呢？你想要做什么呢？”他就问他。Oof! Let's play school. 哇，看起来很重。你看那个 Chick 搬的好像很重的感觉。他搬了一个 A。他答对了，他搬了一个 A， 我有一个眼睛啊。我们看看啊，他说：“我们来玩学校的游戏。”This is a good spot to put it down. Put it down. 啊，你看他还擦汗，哇，好累啊。然后 Chicky 就说，这个地方刚好可以放 A， 正好。然后 A 就放下来就啊了一声。When we tickle the A, he laughs. 所以说我们呢、给 A 搔痒搔痒的时候，他就一直笑。你看他就笑得好开心，对不对？妈妈给你搔痒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很开心？不开心。不开心吗？对。那你是一直笑啊 ？When we throw him.He flies. 哦，他说我们把他丢出去的时候啊，他就飞呀。然后 Chick 丢出去 ，Chicky 就去接。When we are nice, he is happy.
我们当我们对他很好的时候啊，他就很开心，他就这样啊，然后他们就给他一个蛋糕，还有什么一杯果汁。所以如果你有一块蛋糕一杯果汁，会不会很开心？会呀，对呀。When we look scary, he is afraid. 他拿一个橡皮擦。对呀，他就说，如果我们看起来很可怕，他拿一个这个图钉，然后他拿橡皮擦的时候，他是会害怕的呢。图钉刺他。不要这样子，不行啊，他不是气球。And we do nothing. He's happy again. 啊，他说我们什么都不做的时候，他又开心啦。That was fun. Now what? Well, tomorrow we can play with B. 好，他说，哎，刚刚很好玩哎，那现在要玩什么呢？那 Chicky 就说了，明天我们就跟 B 玩吧。哦，你看 A 做什么？他听到了，太好了，他就赶快跑走了。A is running away. The end.